新名字啊？我翻公屏了，他叫大长腿。你是属蛇的吗？我的个妈呀！是小姐姐还是男孩子？你觉得呢？优秀。你叫荔枝吗，小姐？对啊。我叫桂圆，真的，咱俩差不多。好实在啊！我前天跟田某某一起打游戏，他都没给我下单。哇，我是什么人？我在笔尖上消费了1000多块钱了，都是点的。他还让我把他当成老板，还嫌我怼他。他就说实话，田某人是说就是也是我的好兄弟，我也不能说他坏。求生欲666，我要去西天了。我不，我想玩一会儿。你个人玩游戏有意思吗？好不容易你们都死了。那我给你唱首歌。好，你唱首歌。白龙马，哎哎，赤朝西，哎哎，驮着唐三藏，跟着三徒弟，嘟嘟嘟嘟，西天取经上大路，哎哎，一个就是七万里呀，咿呀咿呀呀呀呀呀，摇晃。哎呦我操 ！Nice。我要去西天了。